豆豆，嗯，你怎么自己吃上了还？阿木，嗯，我想通了。什么？你看他俩多配啊！我在这干嘛呢？生哪门子气呢？我跟你说，这个星座一点都不准。我怎么会有好事儿啊？骗人的都是骗人的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你还有我呢啊！喝点酒去。嗯，哎，小姑娘，你刚没事吧？哦，我没事儿。那个，刚刚不好意思啊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你没事就好。嗯。我冰淇淋呢？我没时间做。你有时间给别人做，没时间给我做。你没看这么多人吗？我说的是前两天。前两天我也没时间。我在帮朋友求婚呢。帮朋友求婚？对啊，那事儿我负责。我有女朋友吗？可以让她帮你做。说，是不是把我冰淇淋偷吃了？我没有。这是我姐，你呀、啊。这位是你邻居，甜甜的。待会儿我来找你。走吧，姐。连材料买回来了，你干嘛？哎，你脸怎么这么红？发烧了吧？啊，爸，我没事儿，我有点热，我去海边走走啊。热？哎呦，我怎么感觉有点冷啊？原来那个人是他姐呀、啊，他还当着他姐的面亲，莫非他喜欢我？嗯，我觉得还是，小螃蟹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哎，小螃蟹，你知不知道接吻是什么感觉啊？嗯，你肯定不知道，因为你都没有柔软的嘴唇。那我告诉你，接吻的感觉呀、啊，又清新又甜。